哎，我今天想要先把英雄讲完呢。觉醒研究所，还是什么？啊，英雄召唤十连抽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不知道哎。好啊。那我们就用英雄召唤十连抽好了。反正这局其实蛮没什么重点的，那个合金可以上去哦。哇靠！这也太狂了吧！练这只，我觉得我们变心变得很快。那就先讲艾迪啊，竞技场有了吗？等一下。经常还没有出哦，哎，我觉得研究所可以当一级的题材，你觉得呢？月兰，这哎，月兰怎么没角色？蔡波尔，这什么？哇，你看，哈哈，这手真这么帅。机械霸王龙都出来了，这个叫霸王龙啊！